跟大家报告哈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送医的部分，那有欧卡的人数，会超过40个人。我们在火势控制之后，那我们消防局就从7楼到11楼，那各自就逐楼的去做一个搜索工作。那搜索到目前为止，我们累计加上一开始早上到现在的一个数字，我想我们也非常遗憾哈，要做一个跟大家报告哈，因为到目前为止，我们送医的部分，那有欧卡的人数，会超过40个人，会超过40个人。那现在我们7到11楼，已经的这个搜索目前是到一个段落啊，现在是第一次的一个全面搜索，是已经刚刚搜索完毕，就如同刚刚跟大家所报告的这个数字。那其他的部分，我们等一下还会再针对整个整栋大楼从1到5楼这个部分，我们还会再做一个解释。